我再看一下，旁边还有没有石像了？啊，行，相机给我。姐，过来看一下这儿用。 姐，这个，哎，往车上照一点，继续往前走吧，大家小心。小心点啊！是因为有纸吗？我擦一下鼻血。嗯，你怎么了？ 我都可以说了，我有秘密恐惧症，偏要带我来这种鬼地方。来，把眼睛闭上。来，跟着我，不用怕。 留住他们。是。张会长，霍老板，吴老板呢？ 这人都到不齐，还开什么大会呀？谁说人聚不齐就不能开会了？开始吧，张会长。 在江西那边，从出货到走货，一直都是我们八面恒通的事儿。什么时候轮到他锦上珠了？我们现在九门协会虽然已经不干老辈的那些事儿了，可是只要人在，我们规矩就在。好啊，张会长，一碗水端平啊！我不一碗水端平，怎么坐在这个位子上？我想奉劝你们一句。 家大业大，我们最怕的就是根烂了。我们烂完不要紧，就怕有人把我们一锅端了。难道你们就心甘情愿的拱手相让吗？你是说，这九门协会之外，还有别人想动我们的生意？你们应该都明白。 张会长，您不愿意查就直说，把这些陈年老调搬出来吓唬人，不厚道吧？况且我们这些人也都不是吓大的。就是，那都是老一辈的传说了，那家人到底存不存在，我们都没见过呀。也许那些人就在你们之中呢。张会长。 各位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老板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我代替他来参加这次的九门会议。
你整一个尸体来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还有，他，这个人又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他呀，啊，路边捡的呀。这个呢，就当个礼物送给大家了，啊。全京剧，协会不是让你们小孩撒野的地方。哟，哎，不闹了，不闹了啊！你们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？ 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看。哎呀，这不是吴老板雇的那个人吗？黄什么来着？黄岩。对。咋整成这副德行了？都花花了。那就得问问他了，他是吴邪身边的人。 怎么着，这个黄岩从沙漠里边回来就疯了呀？把自己划成这样还不够，还在一个小孩背上刻了一幅图。图？懂行的都知道啊，有图就有宝啊。对啊。但现在这个图跟那个高中生都不见了。 张会长，你们穷奇公司虽然久不过问九门生意，但这件事不会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高中生背后那幅图跟古铜经有关。古铜经。 这佛爷当年立下规矩，古铜经里面的东西，九门众人不得不问自取。对啊，现在吴山居的吴老板去了，规矩破了，按道理我们也不用遵守这样的规矩了吧？啊？怎么，一个人不守规矩？ 你们也想不守规矩吗？好了，古铜经的事我会处理的。哎呀，咱们现在这个九门协会啊，我看就是一个空壳子。要走可以，把那个人留下。这个是我请过来的，我还有些事儿要跟这个小弟聊聊。 跟你说过了，古铜经的事我会处理的。你这么护着他，你跟吴邪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。吴邪是吧？肯定是吴邪，啊，是不是？ 你长辈没有教过你别人看手机的时候不要打扰吗？这件事警察会管的，轮不到我。谁要想借题发挥，那就是给九门惹事。<笑>
不是，张会长。会长，那我们告辞了。哦，你是吴邪的人，他人呢？你就是张会长。嗯。老板说了，见到姓张的，就把信交给他。 四个字就想让我帮他。这两天，你先住新月饭店，以免他们找到你，直到你老板回来。好。 没事，乖，没事吧？好点了。我问的是你 GoPro 里的照片。是，亏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。哎呀！ 怎么了？吓死人了！这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这么多石像，，这条甬道上面装了碎石顶，下面铺了重量守恒装置，只能承载48公斤。如果上去的重量不是48公斤，这儿就会塌下来。要不要这么精确？
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从这儿走过去，把那个机关摁下，要不然的话，大家都会死。那我试试吧。 哇，这里果然是一座宫殿啊！好大，这么大！哇，哇，不错呀！这个地儿太冷了。你猜到？这里应该就是古书中记载的清凉殿了。这是皇室专门建造用来避暑用的，据说在盛夏的时候，依然的清凉。 这里也太壮观了吧！啊，是的，你们过来看，老张，弄好效果啊！放心吧，快去走。
哎，原来这些都是用玉做的呀，怪不得这儿这么凉。真的呀？哎，快快快，好，把这全都拍下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太壮观了，这比沙漠呀、什么胡杨林好多了。快来，去去去，停停停停停停，你把他们弄一个。 你怎么不拍啊？这些东西你没兴趣？这还不是我最后要找的地方，你差不多够了啊！哼，你还欠了高利贷的了？啊？你还欠了高利贷啊？关老板。 藤壶，恐怕不是。藤壶一般都生长在海边的岩石上，就算这里附近有海子和地下河，也不足以满足藤壶的生长环境。这里的藤壶大小、形状都太统一了，我倒是觉得像是什么机关，千万不要乱碰啊！又是机关，造了这么大个宫殿。 入口又那么隐蔽，一定是不希望外人能够进来啊！当然要设置机关了。这里面一定设置了机关，你们想好了是留在这儿，还是出去？哪儿那么多机关呀？你要是怂，你就先走啊！关老师，我们还有点拍摄没完成，能不能再给点时间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。 那大家万事小心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发现有什么不对劲，不要停留，马上走。没问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导演，你快看，快看，这个呢，就是冰汉啊，它的四周招草里面可以放上冰啊，这顶上有盖板。然后呢？你看这个，在这个中间呢，就可以放上酒和水果。 这可以起到冰镇的作用，这就是古时候的冰箱啊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嘿，哎，啊，怎么？别敲，别敲，这是文物，别破坏呀、啊！你们，你大爷，没事啊！滚！你有事你们懂不懂啊？你玉箫这就不值钱了。那个，他说的挺有道理。 你太有样了！哦，大哥，发财了！啊，真的发财了！我去，这下有钱了！拍什么呢？拍什么呢？ 往那一边去！哎，把这借给我！不，你乱拍什么呢？大哥，兄弟，大哥，你好不？全是！你给我滚！不拍了啊！不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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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拍
没事吧你？带子没事吧？我拍了一点。机器出现了。快点，机器没事吧？老大，你听见了吗？那个声音，这你看他们乱成那样，能听见什么呀？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诡异，特别瘆人啊？这古代宫殿可能都比较诡异吧。哎，你看见高老板了吗？哦，他刚才出去找路了，说一会儿就回来。放心吧，没事儿。他刚才说要有情况就撤退，我觉得。
咱们要不先撤吧？我说你就是太紧张了，你看看他们像有事的样子吗？这样，哎，小孩子，你得拿个笔，拿个纸，让他记录一会儿，自己玩一会儿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然啊，这个自己在这就捡，哎，你看你这孩子。 兄弟，生死有命，死一个，死了一个！开门！放我们出去！我要曝光你们，这一定还有其他出口。 吴雪，那个壁画，刚才还没有了。
我过去看一下。你们不要动，只要我们两个动。关老师，您慢点儿。那个下面好像还有一部分。慢一点。再近一点。首先，我需要有一个人和我一起配合，让这个机关保持平衡。但前提是，这个人不能抛下我们，一定要听从我的指挥，否则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我去。你不能去。你不相信我？你相信我吗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就为了自己先跑出去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先走了，我就先撕了这孩子。我不会过去的。不过我要指定一个人，李素。我不去。关老师，这么艰难的任务，别让孩子去了，我来吧。他可以的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。他们我全都不信任，他们也不信任我，所以只有你，明白吗？你就不怕我跑了吗？你死了，我可就自由了。你可以这么做，不过我只能相信你了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关老师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行的，让我去。我行的。敢跑，弄死我！
吧。曾爷，王导。张会长，一碗水端平哦。我不一碗水端平，我点评。嗨，老李，你这说话可不好听啊。那吴家的小小什么来着？啊，刘里刘气，把那些陈词滥调搬出来。不是陈词滥调，对不起。那就是我。您不愿意查就直说，把这些陈词。对对对对，哎呦，黄源啊，这里是九民协会。
不是小朋友的事。好，回来了。这就还原了。哎，这不要紧的吗？好吧，来，先把我们送到这儿。看着他，也不要看着。在哪儿吗？你他妈是做什么呢？没哎，快点到！来，过来。